出发了，我们从塔瓦森上船，然后到维多利亚的斯瓦扎贝，要坐上早晨7点的那班渡轮。Which one? For three. For three, okay. 开始上船了。坐这样的渡轮往返维多利亚、奶奶姆、Sunshine Coast 无数次，只有今天的天气特别的给力。瞧瞧，漂亮！哇，在这阳光甲板上，眺望着远方的美景，享受啊。闻着海腥味儿呢。哇，悉尼来喽！不用去澳大利亚。来，喝一个温哥华的好。温哥华的是全带烟。给人家两个人来的，就是人家是游艇。我们离开了悉尼小镇，这就是悉尼小镇。